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分频道。就在上一期啊，咱们谈这个元宇宙。我的观点是啊，就是元宇宙这个虚拟现实的这个这个概念哈、啊，就是通过我大量的了解，它有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阴谋啊。就是中国我们不能去搞这个什么虚拟的这些东西，美国它的实体经济、它的产业不行了，制造业不行了，没办法又搞了一个什么虚拟的这种元宇宙，又来收割韭菜。就是这个观点哈、啊，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。 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，我认为他没看明白，然后给我后台发私信，猛烈的去跟我讨论这个事儿，说你就是阴谋论啊，说你就是呃脑筋太老了啊，太僵化了，你跟不上新潮，这是下一代的什么什么技术会给人类带来的什么样的福祉？如果你跟不上的话，哎，你就你就属于那种在功能机时代，这个智能手机出来之后，你看不惯，不会用啊，看不懂，到最后追不上，就是你。好，咱们今天撇开。 产业阴谋论啊，什么中美之间关系啊，等等这些，我们不谈这些，咱们就从元宇宙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本身出发，我们来一个理论推导啊，来一个逻辑推导，推导完了之后，我们看一看这个事儿它到底成不成立啊。咱们客观的讲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说，你不能说你觉得元宇宙这事儿好，你就没有什么理由支持，你就很情绪化的说的好，啊，咱们必须得分析这个事儿。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能，呃，否认的是，有一些它就是有害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它就是代表了时代的进步，但是有一些它就是有害的，对吧？那但是它也出现了。好了，咱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分析哈。首先是《三体》的作者，大名鼎鼎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先生，他就看不惯元宇宙，他就说了。 元宇宙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内卷，让人类从挑战困难、征服自然这份勇气啊，这个万物之灵长会变成什么呢？会变成躲避困难啊，然后认为没有风险的活在一个天堂里面。这个天堂是打引号的啊，就是说人家是大作家对吧？这个大神级人物说话吧，还是相对比较这个含蓄的啊。其实你就能看出来，就是可能。 刘老师的潜台词就是我我们要的是星辰大海，对吧？你却给了我个头盔，哎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好，那咱们来分析啊，那、呃、刘慈欣为什么看不惯元宇宙啊？他为什么不支持、反对这个事儿？这是有道理的。你看，首咱们来推理哈，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元宇宙，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，元宇宙就像是电影那个头号玩家，对吧？戴上一个头盔，穿上一身装备。 啊，然后呢，你就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，在虚拟的世界里面，如果这个元宇宙的技术足够发达的话，哎，你的触觉、听觉、视觉，包括味觉，甚至就是感觉跟真实世界一样啊，你吃东西会有感觉是甜的，是咸的，你看见了会很漂亮啊，然后是闻到味道啊，摔倒了也会疼啊，等等吧，你想吧，哎，就是一个虚拟世界，就是一个大型的仿真游戏，啊，这就是元宇宙了。 起码目前人类幻想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，但未来发展成什么样不知道。好了，那如假设哈，这个元宇宙真的实现了，那、啊、真的能达到现在这个效果啊？你看扎克伯格这个视频啊，大家看我在网上找的这个视频，就是说他的这个手套里面有很多这个，有很多的这个触觉的这种感应器。哎，当你在元宇宙里面虚拟世界抓个球，哎，你看你真的能感觉到是在抓一个球，但实际上是手套给你一个力的一个反馈，让你感觉是抓了一个球。 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吗？好了，首先我要明白啊，就是这个元宇宙，它是人造出来的，对吧？就像电子游戏一样，是人造出来的。那人造出来肯定往美妙了造啊，往舒服了造啊，往体验好造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去元宇宙干啥呀、啊？好了，体验这么好的一个一个元宇宙，哎呀，人类进去了还能出来吗？首先你体验过一次，你说哎呀，太好玩了。 在元宇宙里简直就是无忧无虑、无所不能啊，简直太好了，你就不愿意出来了，啊！但是你要知道，维护这个元宇宙运行，它可是需要资源的，对吧？它可不像咱们现实中的世界，太阳东升西落不用我们管啊，它自己就东升西落了，对不对？元宇宙是需要资源的，它需要电呢，对吧？它需要很多的这个人员去维护它的内容啊，对吧？它需要硬件，需要服务器啊，需要网络呀、啊。 需要很多东西去人去要要去维护它，对吧？这你你要知道了，体验越好，所需要维护这个体系的资源就会越多呀。你想想，原来你用的是功能机，对吧？充一次电，有的这个手机能使十多天。现在你用智能手机，你充一次电能使上一天就不错了，对吧？就说、是、它用电量可能增加了，对吧？然后集成到这个新的智能手机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、传感器等等，让你使用这手机很爽，但是它耗费的资源。 非常多，就说一个意思，你要维持这个元宇宙的稳定运行，你要投入非常非常多的资源，你要很多人去维护它，不断的投入，然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？这个元宇宙越来越美妙，然后进去的人越来越多，然后出来的人越来越少。原来你可能一天在里面玩一个小时，后来两个小时，后来五个小时，后来八个小时，后来就二十四小时，我不想出来了，因为太美妙了，对吧？反正我就在里面待着了。 那在现实世界干活、创造价值、创造真实价值的人就越来越少，啊，甚至啊，人们推测，甚至会有一批由现实世界移民到虚拟世界，所谓的一个元宇宙，要移民到那里面去啊。你想想，这可不可怕？为什么？那里面太好了，我就永远都不想回到现实世界了。你直接把我的肉体抛弃吧，把我的意识上传到元宇宙，我就在那里面活着了。那简直，对吧？简直就是极乐世界呀，对吧？我想要什么都有，那太好了，简直。 啊，你说的能吗？人类有那么傻吗？对吧？你想想那些沉迷电子游戏的、那些网络游戏的，你就知道了，一个网络游戏就能让人沉迷成那样，那元宇宙更别提了。人类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这种生物啊，他的自制力是很差的。你想想，从这个香烟被发明出来，从酒被发明出来，人类抵抗住了吗？这么多年，明明对身体有健康，那你也停不停不下来呀、啊？ 对不对？然后更别说毒品了哈。你比如说游戏被发发明出来，网络游戏，那你根本就止不住啊，对吧？多少人在玩啊？包括你刷短视频，对不对？你一刷就停不下来啊。然后大量的去吃你的时间呢，就是说，你要想,想元宇宙比这些感受更真实啊，更美妙。所以真的有可能有一批人就移民到这个虚拟世界了，那带来的结果就大量的人在虚拟世界里不出来，而少量的人在外面干活。 那你想想，外面干活这帮人他也不愿意、啊，他也想进去、啊，所以有人推测，最后这个体系的结果就是人，人人们大部分人都进到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去，然后现实世界中创造价值的越来越少，最后维持不住这个系统的运行了，然后这些人带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元宇宙虚拟世界，带着这些人一起走向毁灭，你想吗？不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吗？然后。 还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，就是刘慈欣当时讲的，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内卷，很多人听不懂意思，什么意思？首先在现实世界内卷，咱们都明白，对吧？就是一个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它已经到瓶颈了，然后没办法，那就更往回卷啊，对吧？就是更激烈的竞争啊，更残酷的竞争，更匪夷所思的这个呃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争夺资源啊，这就是内卷吗？那有可能说你虚拟世界里面的人太多了。 维持这个虚拟世界的资源不够，那这时候怎么办？这就像玩网络游戏一样，谁充值，谁有钱，对吧？谁在虚拟世界里所体验的东西就越美妙。就说虚拟世界会变成另外一个现实世界的一个内卷，你明白吧？就跟玩网络游戏是一样的，你充值了，你的装备就高，对吧？大家看没看过有一个电影，就《上传意识、啊》还是什么，我忘了什么名字了。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一个穷人到了虚拟世界之后，你还是个穷人。 到最后啊，就是内卷，你还是个穷人。你会发现你吃的东西没有味道。你如果想有味道，行，充值，哎，充上值马上一吃，哎，就甜的、咸的、苦的就能吃出来了。你看的电视是没有影像，充上值，哎，才能看到。你出门发现连你,你的衣服没有，哎，充上值你就有衣服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在现实世界没钱充值，你在虚拟世界里面仍然是个穷人，仍然过得一生穷困，很难受。 那怎么办？那就是在现实世界的亲人供养你。你想想，就这个虚拟世界有意思吗？这个虚拟世界有意思吗？真正创造什么价值了吗？对吧？这就是熵增定律。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定律的，人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去享受一个快乐，对吧？你不可能没有成本的去享受一个快乐，到最后都会有成本的，前期可能。 啊，行，无所谓，技术在发展阶段，到最后都是需要有成本的，对吗？对吧？然后最后你还得创造价值，也许你在虚拟世界里也得给别人打工，就是你在虚拟世界里编程啊，或者做什么东西去服务别人，然后呢来赚点钱，让自己得活着。就是在虚拟世界里面的这个内卷程度，也许比现实世界世界还严重，啊，就说到最后它不会给人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这种解放或者快乐。 它只不过是创造了另外一个平行的内卷世界，并且这些人在虚拟世界里面不创造价值，不创造真实的现实价值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供养这个系统的资源不够了，这系统就会走回崩溃。所以刘慈欣才说，所谓的元宇宙就是一种精神毒药，会导致人无法自拔，走向末路。哎，好了，今天我们不从阴谋论的角度分析这个事儿，我们就从这个事儿本身的逻辑来分析。就即使这样。 人们也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把元宇宙这个事儿做好，有可能大概率就是割韭菜，大概率就是一个概念，然后骗很多人的钱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想维持一个那么真实的一个虚拟世界，你得需要投入天量的资源。你有多少人做内容，多少人编程，多少人去去发电，对吧？去想办法发更多的电能去供养这个世界。 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世界，它并不带来真的真实的价值，为这个社会带来真实的这种，呃，这种物质价值，它完全是一个吃资源的这么一个系统，对吧？那你说人类真的能把它做出来吗？我持否定态度，我觉得有可能真的做不出来，做不出来，有可能这事儿大不了就骗很多人的钱，最后他失败了就无所谓，大家回到现实中就就继续工作就行了。如果他真的做出来了，那对人类来讲，有可能真的就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。 呃，用刘慈欣的这个观点来讲，人类未来，呃，当然其实几百年以后啊，人类会地球资源可能被耗尽，那有可能人类的未来就是要星辰大海，要进行星际旅行的，就想办法得取呃更多的宇宙资源，要不然你就活在虚拟世界里内卷，然后走向毁灭。我们选哪一个，对吧？好，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，请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给更多的朋友看到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